吴秉辰师傅，有请。刚刚才出的芋头就在我们桌上了，嘿，料理桌上，今天用假鲜芋头来做五星级料理。吴秉辰师傅带来菜名叫什么？先来做一个腊肠干贝芋头糕。哦，腊肠干贝芋头糕。对，再来米，这边有，再来米粉有300克。来，开始了。这个哎。对，然后来，这个是橙粉。谁是橙粉？吴秉辰的陈不是啦，橙粉就是没有筋性的，稍微活泼了，活泼了一点，就没有筋性的粉叫橙粉啊。这个话我们用100克，没有筋性，要它干嘛呢？它里面它会有一个所谓的粘稠度，那还有一个滑口度。哎，我第一次听到橙粉，它是面粉的一种吗？它是面粉，就洗下来那个没有筋性的。那个字怎么写？三点水一个灯，很辛苦的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呢，甜度会把它拉高一点点，所以会放到2茶匙的糖，甜的，哎，会让它再甜一点点，盐巴的部分来1茶匙进来。五羊会做菜，所以他其实他，你看我在一下，他知道我要干什么的。胡椒粉，帮忙啊，这个先把它拌均匀，蒸是不是？先炸。炸，对，芋头好玩就是你要取得它跟你的粉浆粘在一起，融合在一起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先蒸熟。油温呢？油温你至少在160左右。160，是不是把它打开？来，先冒泡泡了哈，服了，不小心放进来。哇，好可爱哦。对，你会觉得哪一个甜的做芋头，利用芋头来做料理最好吃？蜜芋头，蜜芋头，哎，蜜芋头它不只可以放在刨冰上，它那个有时候我们吃饭它可以当小菜。哦，对对对对，那个蜜芋头，等下试试来试试那个我小时候的回忆，用芋头做的藕冰。哇哦，你要做藕冰啊？对，你自己做的？就等下就现做啦，教大家怎么做啊？一般在做藕冰的话呢，其实你会发现它很多那个滑口度，那个滑口度其实都来自于就是地瓜粉。我们今天不放任何的粉，直接用这个假鲜的芋头来做，因为它等级非常好。嗯，我不知道藕冰有放地瓜粉。哎，冰好胖哎，又厚好香。这个盐好香，好香哦。它加糖就可以直接吃啦。哦，今天冰的话会很多糖，我今天不加任何的糖，我用炼乳。这样那个温润的感觉就出来了，对，这样就已经吸引人了。要试吃了吗？非常吸引人，这下是热的，它现在就可以吃了，东西趁热吃。好，来，那粘稠度不，另外一个用牛奶，鲜奶泡一泡吃刚刚好。不要看我，就是你刚刚没有夹好，害我在变饿。不用放在冰箱的意思？对，大家拿去冷冻哦。好，拿去冰。它冰多久会结冻？要盖吗？这个话至少要2个小时左右，你们去完回来刚好2个小时就可以试吃。差不多。我们是要去高雄吗？请问？坐高铁。好，等它结冻，我们马上回来。对。阿吉士。哎，陈哥，乔医师好。来自高雄假鲜芋头，你要做的菜式。府城芋圃团。府城芋圃团，对对，太棒了！光听那个菜名，整个人就振奋了起来。拿在手掌心的时候，感觉这样称一称它，如果感觉它很醉手感，记得有八丁 A 哦，跟它球西瓜安尼打打的，啊你再打磨嘛，啊你就这样子丢，它很醉手感。颠一下，啊这个时候颠一下就好。颠一下。那我现在请。Ricky 这边协助我来给他串签哈，拜托。串。那这里头呢，我会下调味料，但是不放盐巴。啊，我们用食物自然的咸度呢去做提味的动作啊。嗯。啊，这个咸度是用咸蛋啊。哦。蛋白跟蛋黄一起进来，那么蛋黄有流沙的口感，那么蛋白呢就是用咸度来去做一个顶味的动作啊。那我这边呢，利用一个空锅呢，把这个猪脚肉进来，因为呢。芋头本身还是跟猪肉猪油搭，效果是最棒的，真的特别好，也比较符合我们的草根味了啊。了解。这个绞肉末我也特别挑那种半肥瘦的，嗯，啊，就是那种3:7的，3分瘦肉7分油。芋头有猪油的加持，特别香。对对对对。其实之前做芋头酥也是用了好多猪油拌在里面，对，还有一层一层的。我这边这个是一个咸鸭蛋，对，咸鸭蛋的对比跟它下的话，50克的话对的是600啊，啊，你就用筷子，对，用筷子，帮我，还有板板呢哈，啊，这个是那个肉燥，肉燥啊，多进来，因为这台湾口味也是爱红糖啊，所有鱼了，嘿嘿嘿，打一个鸡蛋进来，鲜鸡蛋，对，那么剥匀，剥
匀的时候，这里头呢放一点点的这个中筋粉，嗯，不用太多啊，不用太多。来，我再把调味锅擦个超黑渣哈，然后把这个韭菜的头进来爆香。好像要做苍蝇头哦。啊，那对对对，那这里头我放一点热水，好，我去焖它啊，好香哦，对，去焖它，把肉汁给焖出来，盐多少，糖多少，少量一点点的酱油，啊，那就够啊，嘿，好，嘿，汤汁稍微收一下，是，拜托你哦，妹妹啊，阿妹，我好叫妹妹。好开心哦，很久没有人这样叫我了。这样哦，这样一分好不好？好，这样一分哦。那有好意义一碗。免，你就越简单越好，好不好？我们这边的难度呢，尽可能把它弄简单一点。哎，也是啊，这样比较适合我。这样一球，然后我这边呢，来观众朋友看一下，这边整个味道都出来了。好，肉汁的味道什么都到位了啊，淡淡的而已，只有大概五分咸，因为这里头还有味道，咸蛋。哎，还有咸蛋的味道。那我现在把火关掉，面粉，勾芡，嗯，然后拨一拨，勾勾的炸出来哦。哥哥照出来，妹妹无滴哦，妹妹无滴。好，胡椒粉。哎，对不起，香油一点点。好，安尼就好啊嘿。啊，即马上尾你我这再放落来，韭菜丁。哎，拌一拌，这个味道就香了啊。那么韭菜肉末，这个原本就是我们的家乡味了，家乡味。好。好，安尼就好啊！吼，啊，我即马煮这个包伫个即中啊，啊，连面吼，咱就点个鼎用煎的吼，让你芋头的香味吃得很饱，而且不会油腻。再回来，哇，好漂亮哎！我要吃，我真的要吃。加油啊！好，我要靠自己，快点来吃冰的。那个我要期待吧，我相信你像我一样的期待，各位，他是第二关，请看。什么？铁蛋，这简单、啊。我来，你们派谁？你看很强，没有，他很强。我相信你。而且我觉得啊，你很有运势，你要一路闯关到底。真的吗？等你不行了，我再来接手。确定吗？我们要不要换位置？因为我左手。你左手。对，我这样会打到你了，会打到你的手。哎，看到。哇！哎，掉出去哟。掉。哎，五羊很强。五羊，你这样掉，完蛋了，五羊。你不要影响我的当事。I'm so sorry。你不要影响我的当事，去旁边，去旁边。今年，快点干掉他！今年干掉。西门庆退下。啊！掉了，快点，快点，我的扁。喊你来再快点。还可以哦，还可以吗？没有了，差多少？只比我刚才多一颗，18颗。所以总共是几颗？41颗。前面就比我多啊。你们吃冰吧，钢铁哥哥。哎呦，钢铁兄妹吃藕冰。好好吃啊！啊，用手啊！哎，怎么这样？对啊，直接用手吃啊！你要拿那个叉子，这个要不然你用筷子啊？弄不起来，不是会用筷子。怎样？好纯粹哦，整颗。其实也就是芋头，其实也可以加蜂蜜啊。蜂蜜可以吗？可是蜂蜜它的味道会盖过这个芋头它的这个香气。哦，你们俩好，这个我来，选一副牌。我们运气一定。你选。我选。先你选。先给你选。先给我选哦。那先挑战难的。好。这样。哦。你看不错吧？2点或12点，要不要第一张？还是要第二张？还是第三张？跟你讲，我上次去澳门赌了100港币，我赔了100。第一张，完全不用你俩第一张。哇，真惨！最后一张。咦？哎呦，十九，还不错。差2点呢，他十九了，不用啊，十九哎，对啊，我才不要补，19很厉害耶，好厉害哦，谢谢，佩奇好强哦，你现在才知道，哎，我们这里都是女生比较厉害，对啊，照我时间，
真的。我也是打针的。下一个试试。啊！我，这应该还这很简单哎。嗯，这很简单。来，预备备，开始。哥。一个一个夹，不要加油加油加油！哎，不能一次夹两片哦，不能一次夹两片，夹两片我看到了，大哥这是意外。桌上，快推一下，赢了，拿起来拿起来，快点！太慢了啦！一片，哦是21秒，哎了，这么回事？一片，好啦，这是可敬的对手。拜拜。假煎好不好？好，吃这个。我都是看的。不要看的，看的。等一下。好好。一样啊。这好像啊。啊，一定的。哦，嗯，给我闻一下。哎，咸好吃。你要闻。咸。又不能吃啊。吃。咸没看哪家了。嗯。你看，刚甜的不够甜。他说甜的不够甜呢，我怕陈哥太胖，不能吃太甜。其实我们摄影棚不大哎。好好吃，好好吃。哎，有吃的就好，快点啊！刚刚好，就是那个咸蛋而已啊。那只有咸蛋的咸吗？只有咸蛋的咸。看你们在玩。哎呦。再选一副。嗯。好吗？发了，发了。发了，发了。我们发财了。哦，发财。问题是这一集没有要拿钱的。哇！哎，你看，你拿到 S， 然后是21点，免吃。第几张？第八。容易拿到第八张。5、6、7。第八。八，就刚好21。刚好21。我的第六感。不会吧？6。哇！难过。第七张。第七张，第七啊，2、3、4、5、6，先看看喽，这6爆掉了，哇，六就爆掉了，7也爆，最好笑了，最好是啊，没有可能哦，十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要7才，不要做效果，我跟你讲哦，啊，哎呦，没爆哎，16。16，5点，16，对对对，就是要补4、5根啊。对啊，我又不是你们，到底还是6根呢，没差。对啊，没有差啦，来，对啊，没差。所以第一张就直接这张了，就这张，对啊，好，就这张，不用怕，真的不用怕。哇，你要再做效果烂呢？对，这不是效果，这是很准的，才会21。哇。都没有爆，哎，运气不错哎。好了，我觉得第二，2根啦，对，2根就可以了。他刚差不多饱，晚餐差不多这样就好了，晚餐差不多就好了。哎呦，来来，那怎么说的才好？来啦，阿姨这边试试来，好漂亮。我就用这样半煎炸的方式，不会吃那么多油。中间就是包你刚刚那个。对对对，那其实只是两片堆叠压起来而已。怎么弄那么漂亮的？那我冷油下锅，炸到油热里面就通透了。那我们一会儿再回来。好的，谢谢。吴秉辰师傅，腊肠跟腊肉，这边把它切小丁。那不需要再去蒸过，因为这边把它煸炒完之后，油量跑出来之后，我们还是要进到蒸笼里面去蒸。嗯。这边我就放干贝酱。那干贝酱这边有一些红葱头，也顺便直接就把它下进来。哦，这个干贝酱好哎，我有吃过。啊，你有吃过？这么小？这家好吃哦。哦，这种事有一种陈味的感觉。哦，陈味的感觉。你知道陈味是什么吗？嗯，闻一下，闻一下。哦。可以啊。自己人啦。有一个面也好吃、啊。可以。不要，我们已经说不错了，不要再接受。芋头刚刚已经炸过了，所以它水分也变少了。那进来之后呢，刚好这个芋头也开始在吸这个油脂跟它的香气。这边有八百 CC 的水进来，这边就是要煨这个芋头，对，要煨它软掉了，对，因为其实它这个做起来会比一般的萝卜糕还要再硬，还要再 Q 一点，因为芋头本身的淀粉质的含量很高。
然后这样感觉起来就很好吃。软掉要很久吧，这样喂。其实它滚沸之后，我们还继续蒸。那蒸的过程，它就会在里面结块，就一粒一粒的。那边什么粉？这边就刚刚的一个再来米粉，跟那个橙粉是吧？跟橙粉，还有一个500cc 的水，还有调味料，先把它拌均匀。等一下这锅调了什么味道？就一点盐巴，还有糖，然后胡椒粉，就这样。对，这个先把它拌均匀。好，那拌均匀这边一定水的部分一定要让它沸腾，那等一下再回冲回去，让它这边做熟成。哦，好，阿金师呢要组装了，我们待会再回来。好，阿金师。哇塞！哦，站好了。哇，组合在这里，好漂亮。好漂亮，真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？那气流多香啊！香，真的香。切开嘛，秀夫妇的。很扎实。包在哦，漂亮哦。是哦。漂亮。包在里面的那个肉末。它有稍微再扁一点，你这个颜色就很像人家曲棍球打的那个什么，打那个球。那球。它这个吃一颗大概也就饱了。哇，这吃一颗下去很饱哦。对，因为它其实都是淀粉，它不是精致淀粉。对，对，是健康，对，是健康的。不能说因为怕淀粉就不吃啊。当然，身体一定要有淀粉，淀粉也是要有的。没错，淀粉可以代谢，而且要有适当的淀粉才能够帮助你燃烧脂肪。对，嗯。哎呦。啊，我有再减回啦，真的，谢谢。我喜欢这种表情。补餐地补团，阿基斯完成，谢谢。来，吴师傅要组装，这边请。蒸过一个小时，那你蒸一个小时完之后呢，你一定要把它放到凉。哦，这种属于萝卜糕啦，这种贵的东西很好玩，就是你蒸完之后一定要放凉，让它回 Q， 回 Q 之后你要吃之前再做加热就好。整个的粉浆呢，就营造出整个后来跟芋头结合起来的口感。对，所以这个粉浆蛮重要的。对。哇哇，这个蛋糕哎，好香哎，来，好香哦，它那个竹篓子，它那个竹篓子，哎呀，加香气哦，竹篓的味道好重哦。整个口感上其实它蛮像我们的那个藕龟壳的那种感觉。哦，我们的是腊肉啊，对，腊肠，腊肠跟腊肉，你会有酱吧，对不对？会有酱。甜辣酱，甜辣酱是三汤匙是吧？甜辣酱是两大匙，两大匙酱油膏两大匙，酱油膏对，这两个帮我拌均匀。好，酱油膏跟甜辣酱还有呢，就没了。OK， 差不多了，简单。好来，对。哇，真的要做机密，酱末就觉得好漂亮。香菜末、蒜末、葱花，来，这要吗？帮我画酱就好，只有画酱吗？就这样子吗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就把淋上去。你看。交给他，真的假的？哎，拿高一点，拿高一点，你这样就抹了。好啊，对对对对，哎，我弄一次给你看哈。好，要快速，就拿高一点。哦，这样子 ，OK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我怎么算？哎，很像哎，很像。你弄太大坨了，而且整坨掉下来。可以了。哪里可以？当时真糗。我来补一下。好了，这是腊肠干贝芋头糕，完成。